长长的喇叭声后，警车砰砰追撞前面这辆深色轿车，深色轿车又在撞上白色轿车，根本是路上碰碰车。监视器也拍下警车当下被撞的往右侧滑行，力道不小，车尾成了这副模样。车尾板机被撞得稀巴烂，后挡风玻璃也碎了，车上有三位员警腿部红肿跟头部都有挫伤，而肇事的就是这辆绿色车头的大货车。三位员警驾驶巡逻车欲前往靶场训练的途中，个别伤势没有很严重，只有巡逻车三位员警有头部跟脚部的轻微挫伤。肇事大货车驾驶没有酒精反应，由于当时雨下的挺大，中正路上路面湿滑，警方怀疑是下雨，天色昏暗，加上天雨路滑，才会导致大货车驾驶刹车不及。虽然是虚惊一场，也凸显下雨天视线不好，容易出车祸的交通危机。记者陈生义高雄报道。